开心可以跟很多前辈一起表演。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前辈。你可以说你我的妈小林姐。大家好，我是连春祥。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演花吧，其实蛮紧张的。那很开心可以跟很多前辈一起表演。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前辈。你可以说你我的妈小林姐。卧室到卧室。没有，那个剧情是我自己加的。剧本里面没有这些桥段，就笑死我！我也一定会通过。到底是哪一个？那我们先从长辈开始聊。长辈，来。好。长辈，长辈，长辈。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偶像团体出身的，所以一直都。我也是耶。对。我来讲说小姐，我觉得这好奇怪的感觉。我说，是怎么样看到你裸体的感觉吗？他说不是，我就从小。我小时候有印象，印象开始就看到陈世少女在电视上这样唱唱跳跳，现在居然可以跟你一起演戏。我是说台湾霹雳火。哎，不是台湾阿成啊，台湾阿成。台湾阿成有被姐妹就是冲看过这样，因为就是我以前是比较不懂，是连那种比如说自己的收入多少，或是我会直接问说，哎，那你比如说你拍自己以前多少钱？是笨到这样子，但是我跟就是真的不是无心啦，是后来出社会久了才就是渐渐学会，有些东西就是瞒在心里就好了，不要太直接。最贵在骗什么？真的不知道。你还不知道？你会造成别人困难，跟你讲也不是啊，不跟你讲也不是啊。可是不是一般都是就是熟的人才会去问？哎，没有了，收入多的人你不怕你问？你问吧，你问啊。问姐哥，你一级多少呀？现在？不差那么多，我们是要回家了。别看我都不讲话，不要让他问我，我不讲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